关注尚雯婕，关注东方风云榜。东方风云榜，那是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华语乐坛的一个盛事。当初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和同学一起讨论啊，今年谁又得奖了，谁的歌又很好听，所以想想挺奇妙的。现在我站在了这个东方风云榜的舞台上，啊，今年也是东方风云榜19岁。19岁诞辰的时候，我让我想起了我19岁的时候，正好是大学1年级，那个时候也正是关注华语乐坛、关注这个榜单的这个颁奖典礼的那个年纪，所以想想，挺奇妙的。每次回到这个东方风云榜来这里来参加活动，感觉都像回了家一样，很亲切。所以在这里祝愿东方风云榜19岁生日快乐。